在哪一格你开的始语音重复一下问题，然后啊？给要你那在个军游戏规则，那个地不然方有开人不知开道。一件我穿的小黑，快一点啊！还有两分钟。哎，不是九点半才开始跑吗？我等一下会用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等一下会用放火的，就。等多久？跟妈妈说。啊，不要，现在可以去。应该要在，也应该要在军犬还是那个关门的啦那边。军犬关门的下一个，关门的下一个，关门的下一个军犬那边。对，在军魂那边。好。你会大家要去走到军犬那一边才出发哦。要等一下哦。预告吗？还是要一直盯着荧幕？要等那个看那个火，就是烧完之后它会开始。哎，帮我跑一下。啊，那个提前跑的，他会先他的情境会不一样吗？帮忙。就是我不是有放火烧这个营帐吗？我现在看到啊。之后就算开始，那个乐与萧将就算偷跑啦、啊。几时开始哦？还没开始，还没开始。还有五分钟。看完才会开始。那个偷跑的我会截，就是不是在那格子起跑的我会截图的、啊。那个要从军屯开始起跑的才算。好像很多人以为现在开跑了、欸，开始一个一个往前了。因为营帐没烧掉，你走不过去啊。会走到旁边建筑，今天绕路了。你碰到建筑就失败了。反正没关系，他已经走过了。哎，等笋哥说开始才开始啊，现在都算是偷跑。对，反正还是好，你看着他，自然走出路了。一般人以为九点开始的样子，他们没有在 DC。哦，那看谁帮忙在那个游戏里面讲，因为我们如果 DC 这样子顾着这样，你要在他们盟里面的人才能讲，我们这边讲没用。那个啊，我这里讲，大家继续喝。哇、哦，怎么那么多人都偷跑？很好啊，给我多一些机会啊。我记还有多久啊？可以倒数一下吗？有啊，还有多久？放火就是倒，还有3分15秒。这些是十面的，3分钟10秒。好，他拉线就直接拉旁边的，好奇怪。因为那个啊，营帐卡在那边，因为营帐还在，给挡住了，所以你就不会开始，所以你跑到那边都不算。哦，那刚好。嗯，所以就是你不能这样子偷跑，所以就是他要走中间，就是这样设计。哦，好酷哦！谁设计的这么厉害？爱神啊！我特别换队为了走这个、欸，哎、欸，之前不是说走两个吗？现在 只走一个嘛？那个第二轮就是那个、啊、关门的会被在我烧一次，那个烧完就开始，就是我会烧两次就对，因为我那个营帐在小魔女那个营帐在9:13的时候会盖，换句话说，第二轮决赛就是烧掉那个关门的地方，那个就是第二次。还有火哎、欸，我应该跑不到尾。不好意思，你可以再讲一次吗？所以我们现在跑的这个是，就跑完终点站那边。这次跑的是只是第一次抓12米的那个，这不是决赛，这只是预赛。决赛啊！决赛是要21000的建塔。决赛。等一下，我跑一次都没了啊。我跑一次，这个已经很难了。你决赛是跑哪里啊？不是也是这条通道吗？就这一条一样啊，就跑第二次而已。你的意思是说会有两台车在跑吗？回去补兵再跑。那个一队不可能。
只有一队啊，我等第二次。跑不完，要两队。兵友怎么跑两次啊？不然就直接跑了啦，不然就干脆都直接跑吧。一次就好了啦，我觉得很多人可能。对啊，因为跑一次，因为你还要再重盖一次，然后花很多时间。好，就直接跑，直接跑。因为我觉得这个应该很多人已经过不了啊，我都觉得我过不了啊。因为我箭塔这个都还没升满啊，但是我后来发现，原来箭塔不能用金珠苗，我本来以为是可以用金珠苗，不然就我就这个就变成一定要算好时间，不然我们上一季玩都是满级箭塔的，真的都把大家射爆。然后我后来这一季发现说它还有火，哇，更难，而且这火七道应该就烧一万多了，所以我也很怕到。你最后我不知道怎么走啊，是走得下去吗？我觉得应该没几个人能走得过。我好像烧趴树的哦。剩下十五秒，来，所以走到终点就好了嘛。我觉得我应该走。要斗快啊！不用斗快啊，因为我根本走不到，死在这里。哦，来了，对了，还没吧？出花了，出花了，有啊，他没了，他没了，出花了，他没了，他没了，有人，有人那个测测的，好快啊！没有录影啊？有没有录影一下？我来录一下好了。哎，车子可以升满跑，车子升满跑比较快啊。人家有人带骑兵走是什么？骑兵不算了，骑兵走就不算，他就等于只是参加。现在我是第一吗？前面你是好像都是偷跑的。看起来是北宫。北宫的不算啊，因为他的在前一个就是他对呀、啊。他是前一格的，北宫跟那个金哦，快死了！我这一队不够强，混蛋！还有东义这三个的都是在前一格的，记录一下。你看偷跑也没用啊，死得很快、啊。哇，我第一个偷跑啊！有可能吗？有可能吧。其实烧的没想象中的痛。真的吗？因为我大部分血都是死在。多少？两千一，两千两。越少火，越烧不痛啊。也是烧趴树的。最低的损失的，不是说两千吗？最哎、欸，将近两千嘛，烧最少两千。人爆了。啊？小虎爆了，北宫也爆了。北宫应该过不了，后面都。而且每一个都是烈火，烈火最少烧10%。烈火是10%，或是最少1800-1900。蓝光爆了！哦，我快没了，我剩四秒。我靠，看着他们爆炸，好爽哦！觉得有点爽，很疗愈。我应该可以到。真的假的？这么厉害？我剩两万呢。我已经剩一万五啦。我剩一万五啊。应该可以到吧？就特别组了一个三四车队，你要看我的阵容。哎、欸，怎么这一季这么多人到啊？哦，剩一万了，怎么办？后面应该会加油哦！一万人到了吗？哦，香山好像到了。怎么知道谁赢啊？香山老人有偷跑吗？他其实点好像不是在我们这一格、哦，那所以他没有，那就是提呀，一台车爆了，那个应该没有吧？他那个有，哇，这么多人可以到，我也没想到我可以过，我剩9000，我爆了两台啊，我跑了，我第四也到了，我第六，哦耶，第七吧，这是取几名啊？蛇。欸、剩9000，欸、有扣掉偷跑的吗？有扣掉偷跑的没了没了。哎、欸，那个登记一下，可能会有重复的人，所以后面的哪有机会？对对对，我两台都到了，我还你可能会有偷跑的。嗯，
有血有。偷跑的是谁、啊？有人在登记吗？我看一下。我也到了。有录影，可是只有起跑后。其实我已经中上了。等一下，那个名单就是右边的名单，录影一下就可以知道是谁了。哇，可是很多人都到了、欸，很多人都死了、啊。最后那个太好录，有最后蛮难的、欸。哎、欸，我风车竟然没有那个乱另外组的三四强，太坚挺了。我还换了我直接组转车转过去。到头旗竟然可以到哎、欸！哇，太多人到了吧？上一季我们只有一个人到了，箭塔不够力吧？三四级箭塔不太行哦。我觉得还可以啦，那个人数都记录一下，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。上一季是 S 型加五。哎、欸，笋哥，这样还要决赛吗？没有啦，因为大家都是第一次跑了，就没决赛了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没关系啦，多一点人跑到比较有成就感。你现在再让他们走回去，谁走到对面就给决赛的那个2000金。走回去？走不回去，怎么走不回去啊？我们两个都死了吗？等我一个小时，我现场征兵。我家在旁边，我可以现场示范，现场示范。来了。然后分起手，走回去，我赞助一单呐、啊。走的回去我也赞助一单，走的回去的我赞助一单。我不要说太快了，两个盟主一人一单了、哦，走的回去的一单了、哦。挨的丢球，看他第三个就死掉，第二个就要死了。对啊，这不可能！你说，因为烧好像最少有1000吧，1000多，谁还有剩10000多兵？我报的是有超多，我有10000多啦，没有，有不行，我有13000。好，什么？结算吧，我不该试一下，下个环节。要过两，你要第10左右吧？第10啊，你到底没点那个兵力？他第10有没有奖品啊？我不知道是取几个。要走来我。得试试看嘛。反正试了没吃亏啊。你等一下我。反正都要回家啦。是啊，反正都要回家啊。确实。还要回家而已。我问一下，揍你的是有点那个器械的速度的吗？偷偷也倒了。哦，我原来点错对了，我想怎么走不了。都没点。你们是有多少人是有点的？就是我都没有点。你都没有 点什么？我也没有点。点那个技科技。对，其实我没点啊。有啊，我点满了。我点满了，因为资源太多了。应该都点满了吧？对啊，太多资源了。因为有人没点，自由点的应该就赢不到了，太慢了。对，所以理论上应该不会比你快多少的才对吧？现在就看娜美看是不是从那个一开始的地方起点。如果娜美是从一开始的地方起跑。因为我刚刚看娜美是从一开始，他是守规矩的，所以如果没错的话，那就是那个2000金应该是娜美第一个到的吗？对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拿吗？2000只有一个啊，就我的那一份。
然后香山老人他到得太快，理论上他超过我，就是超过一格的时间，因为那个时间，因为我有点，我也是有点的，所以理论上你不可能会超过我一格的时间，因为如果这样代表你提早我一格啊，超过你一整格，对不对？因为我是在正常时间。哎，安哥你快过了，安哥，是对耶，没了。太难了啦，回去太熟了。笋哥没有，剩3000多啦。对啊，叫蛮红的过来应该有机会哦，跟我一起。瞧不起我，我也很红。笋哥笋哥过了没有？没还有两格，我剩900多。拜拜，我死了。好了啊，笋哥拜。哎、你们有录影的那个记得给我、哦、我等下来看一下谁中奖名单上传到 YouTube。 啊，我要怎么给你啊？没关系，到时有影片给我就可以看啦、啊、开了没有？我好像没有录到开头哦。